我们在这里等你，你要是不来，我们就去找你爷爷。我们在这里等你，尽量不要惊动任何人。啊！霍皮豪是你吗？难道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是我，你爷爷。哦，爷爷，真是个惊喜啊！我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孩子。我也很高兴能够见到你。<笑> 靠近四角那儿，卧室来这里住下。这位老先生是谁呀？我不想一大早的就跑来叫醒你。经过昨晚的庆典，你需要休息，我的孩子。没错，谢谢你，好爷爷。我很高兴听说你们成功打扮蜘蛛女部落的邪恶势力，我为你骄傲。那是霍皮豪的爷爷。就是他的爷爷。你想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恐怕我太老了。那我们可以教你骑马。那这是太好了，他们说骑马就有如迎风飞翔一样。啊？不，爷爷。 你年纪大了，可能会跌下来。我跌下来，我动作跟老山狮一样灵活，像橡树一样强壮。他跟你好像啊，莫克。请你理智一点吧，爷爷。<笑>我从来不懂什么是理智，年轻时就这样。我一直很喜欢尝试新玩意儿。保家康帝会骑马，那我当然也可以了。我真的很佩服你有这样的勇气。这不是勇气，我只是想加入你们罢了。 骑士爷爷，他是真诚的称赞你，保家康帝是我优秀的骑士。我看得出来，我只是希望我们部落的骑士可以骑得像他一样好。我深知还会猎野牛呢。这不正是伟大的神灵的旨意吗？见到女人猎野牛，有何不可？女人懂得打仗，我们对抗侵略者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。保家康帝公主说的对，女人有大用处。爷爷。 跟我说说这片土地的故事，这个地方真是太美了。这片土地真是大自然的杰作，可不是嘛？而且森林里面还有许多善良的神灵，这些神灵也同样在守护着你，保家康帝。啊，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。霍皮豪他还没有向我介绍你的朋友呢，你可以为我介绍一下吗？哦，请你原谅我，爷爷。 是我礼数不够周到，别担心，孩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而我是很单纯的霍皮人，但是你一个可以抵四个，<笑>那是真的，所以他们也叫我四臂。他是个巫医，一名伟大的预言家和勇敢的战士，所有部落都听说过他。我们族人非常敬佩他，他的名号威震四方，甚至白人都知道。我是墨西干族的莫克。 我很高兴可以不用和你打架。什么意思？当你不得不面对一个比你更聪明的敌人时，你可得小心向上人头，他可能一眨眼就把你干掉了。<笑>一听就知道这是墨西干式幽默。好了，接下来轮到谁了？我想你已经认识保家康帝了。啊，你说的没错。霍皮豪对你的评价非常高，他总是提起你的优良事迹。 爷爷，您过奖了，我很感谢您对我的鼓励。你和你的护卫队成功的征服了蜘蛛女的部落，为此我们霍皮族对您满怀感激。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对抗所有阻挠我们的邪恶势力，但前方还有更多的考验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可以预见你通过所有的考验。爷爷，你的预言让人感到非常的欣慰，但你能说说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吗？这一点并不重要。 你们身边的保家康帝就是你们最佳的保障。我还要向你介绍另一位年轻勇士。我才不要！我要自我介绍。我的名字是莫克，并且我的部落声名远播。墨西干族，你们一族和鹰都是好朋友。啊？可是你怎么会？你那位朋友是伊罗奎人，他是塞内部落的一员。我的名字叫黄狼。我知道。
墨西哥人是我们的邻居，但我们处得不好。你该为自己感到骄傲。我能看见你的智慧，你们异族与公正文明。你是一个伟大的战士。你这样赞美我，我都脸红了。我是真宇，你能告诉我什么？你想知道什么？你的名字说明了一切。你一定是一个克里人，来自北部的边境。他太厉害了，令人……他猜到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叫齐瓦。 你应该是一个奥吉布瓦人。是的，我住在五大湖附近。你们的部落很擅长做独木舟。而那边那三位沉默的勇士，是来自遥远北方的艾斯基莫人，居住在冻土之上。说的没错，我们的房子是用冰做的，我们称之为冰雪屋。我是穆提利克，这是努伊，他是伊尔，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地区。我们属于因纽特部落，住在冰做的房子里。 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其他的伙伴，请继续吧。我很高兴能够看到各个部落的代表，而且你们还相处得非常好。这位是艾尔斯，我是来自海达族的木雕师傅艾尔斯。我是黑月，我是吉碧阿帕奇人，赤霄川鼻族。这是莫因夏安人，曾被白人攻击过，他为了躲避白人的攻击躲到山洞里，因此生了重病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。 你可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，但你内心有巨大的力量。有一天你会恢复说话的能力的。这是永雄，来自基奥瓦族。永英，我是夜岩，我是黑鹿。莫克他欠你一命是吗？不，我只不过是找到他而已。我们应该回去了。 爷爷说的没错，今晚要举行明明瞻庆典。我从未听过这种庆典。那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，而蓝星卡奇瓦会在庆典上做出新的预言。仪式将在哪里举行呢？就在我们的村庄里，蓝星卡奇瓦会唱一首歌，但是你们听不懂歌词的。先别说的那么肯定啊，你一定不知道我才灯谜有多厉害，马上就会知道了。没有想象中的简单。在一开始时，蓝星卡奇瓦会开始唱歌。 可能会宣布，好消息，但通常是坏消息。它已经预言了消消逆人和其他高地部落之间的可怕纷争，但它并没有解释原因。那歌词是什么呢？就像爷爷说的那样，要理解歌词确切的含义十分困难。我唯一能够告诉你们的就是，它预言的每一个灾难和祸害，最后都一定会发生。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闲聊？我们该去参加明明瞻庆典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走。 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循环，当蓝星卡奇瓦预言的不幸结束后，和平便将来临。我深信不疑，白人会破坏野牛群的生态。 会把我们赶出这片土地，不顾我们的哀嚎，屠杀我们的人民。请求伟大的神灵拯救我们！大屠杀过后。 世界各地将会发生巨大的动荡，战争之火四处燃起，各地的人民也在互相残杀。
巨大突破，足迹甚至登上了星星。 进步的同时，污染也会毒害大地之母，大自然的力量将会反扑，但最后，生命的循环将再次平衡，和平也会降临。 突如其来的沉默有点阴森啊！现在你已经打破沉默了，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。嘿，黄狼，既然我们都在这儿，为什么不去看看祭坛呢？这主意不错，你们跟我来吧，我们走吧，这边请。这一次蓝星卡奇瓦做出的预言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，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。 像这样爬上爬下一定很好玩，大概吧。请以火堆为中心绕成一圈。 我们的旅程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世界的命运已经显示在星空中了。这一点你错了，黑洛。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们付出的努力，去重建的生命的循环。哎，你要记住，蓝星卡奇瓦并不总是正确的。也许你是对的，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他的预言，而他的预言也都成真了。试过才知道。 任何事都可以改变。是的，像我们这样的凡人，怎么可能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呢？为什么我们要浪费时间讨论毫无意义的问题？我们的任务是去创造想要的未来。你说的对，我们的确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。我们需要专注于帮助别人坚持下去才行。 你们已经经历过了艰巨的挑战，但是团结所有的部落是一个重要的使命。唯有大家都团结起来，我们才有和平的希望。但是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首先必须要保卫自己，击退入侵者。而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团结，这是唯一能够让白人尊敬我们的办法。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带来和平的道路，我们必须准备战争。 希望在展示力量之后，我们能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。哦，我相信伟大的神灵会帮助我们，总有一天会为我们带来渴望已久的和平。既然白人统称我们为印第安人，那么我们所有人必须团结成一个伟大的民族。
愿伟大的神灵帮助我们团结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，愿我们生生不息，印第安民族万岁，伟大的神灵万岁。我要对你们所有人说，干得好，你们让我们知道必须要做什么，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旅程，面对我们自己的命运。愿伟大的神灵保佑你，保家康帝。保家康帝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这个傻瓜，莱辛卡奇瓦的预言给我们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对我来说，我小时候就对莱辛卡奇瓦的预言深信不疑。在我九岁的时候，曾经发生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，我甚至无法对此做出解释。神灵，请保护我们！这孩子的体温太高了，这种可怕的疾病在几年前就杀死了整整一村的潇潇泥人。你一定要把他丢到森林里去才行。靠近我妈妈，你也会生病的。别担心，我的孩子。昨天兰辛卡奇瓦说了关于你的预言，他说你很快就会康复的。你相信吗？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很相信兰辛卡奇瓦做出的预言。我能理解。那么你当时因为这种疾病卧床多久了？大约四天吧。那么那个老巫医看到你回家之后，他都说了什么呢？他说这不可能，我一定是个僵尸。他不明白对吧？是的，他还坚持说我已经死了四天。那个倔强的老太太看来绝对不是一个好巫医。没错，我当时只是感冒而已。但是前提是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的习俗和信仰，而我们必须尊重他们。希望在未来，我们各个部落的团结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对方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部落都必须一同抽和平烟，并肩合作，那样会使我们的生活更简单。你明白了吗，黑鹿？就在刚才，你还相信着那个末日预言。是的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们必须加入保家康帝神圣的战争，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。我们一定要支持他勇敢的决定，并且证明不幸的预言是错误的。让我们追随保家康帝，愿伟大的神灵保护保家康帝，保护你。保家康帝，万岁！我支持你，保家康帝。我们支持你，保家康帝万岁！万岁！我们支持你，保家康帝万岁！谢谢你的支持，亲爱的爷爷。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帮助你，鼓励你的，公主。我的朋友们，并肩作战吧。没错，并肩作战。没错，说得好。是的。你和你的同伴能一起参加明明瞻庆典实在是太好了。他们是来自不同部落的年轻人，有些人和黑鹿一样仍然心存怀疑。没错，这个仪式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意志力。这么晚了你还不睡？因为我在等我爷爷。我跟他道了别，他要走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，想道个别。
你的爷爷是我们真正的朋友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了，他也鼓励你应该继续你的旅程。他明白我想要做的事，真希望我也有这样的爷爷。他真是太好了。啊，你们也要跟我们一起旅行，真的吗？